各位观众，你哋好，欢迎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集我哋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收割胡枫嘅生平故事，同埋佢嘅电影作品。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综艺娱乐节目：一、历年欢乐满东华；二、历年贺年节目；三、及下列项目：1985年棋逢敌手；1987年。1986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；1988年零时话风情；1988年1988银河接力大赛；1988年香港倒后镜；1989年妙论广场；1990年电视先锋群星会；1990年香港倒后镜二；1990年世界杯嘉年华；1990年情长至多星；1990年十点半港情港趣；1991年猛料差馆；1991年妈妈真的爱你；1991年星光闪聚吉隆坡；1991年 Waku Waku 动物也疯狂；1992年慈善星辉人际夜；1992年群星公益大派对；1992年智联演艺同心献关怀；1992年食神驾到；1992年度儿歌金曲颁奖典礼；1992年清洁香港巨星巩照；2000年1992年大话俱乐部；1993年国际华裔小姐竞选决赛；1993年点解香港敢过瘾93；1993年新旧欢如梦；1993年开心都市；1993年清洁香港迈向光辉；21年1994年江山如此多分第一季；1994年第一届金彩虹演艺红人颁奖典礼；1994年开心翻埋嚟；1994年花 fit 新世界；1995年慈善星辉人际夜；1995年皇冠群星金辉夜；1995年真情流露众亲恩；1995年人生交叉点；1995年运才智叻星；1996年共创平等新纪元；1996年广告大赢家；1996年今夜嘴不停；1996年共创香港好明天；1997年黎明情深说话尽情讲；1997年人生交叉点第二辑；1997年公益开心果；1997年儿歌金曲颁奖典礼；1997；1997年海马群星换野至激斗；1997年电视大赢家；1998年共创平等新纪元；1998年无线30周年经典大汇演；1999年万众同心公益金；1999年公益金屋开心 show；1999年惊天动地掌门人；1999年新华旅游反斗俱乐部；1999年任剑辉女士逝世10周年纪念专辑；1999年清洁香港青黄清霸迎千禧；1999年跨世纪录香港同心齐共创；2000年肥肥开心影视情怀40年；2000年支持申办亚运大行动；2000年儿歌金曲颁奖典礼；2000；2001年四海一心加港情；2001年加港星辉耀儿康；2001年万众同心公益金；2001年公益开心大富翁；2001年一笔 out 销；2002年人生70庆丰收；2002年志在必得。好，胡枫嘅生平事迹今日就讲到呢度，明天继续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你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，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啦。拜拜，明天见。